明星再婚在娱乐圈并不少见，作为后妈，有成功的代表，比如邓婕、章子怡，而有些明星婚后的生活就不敢说些什么了。还记得当年《还珠格格》中的秦格格吗？王艳的富豪生活一直低调，原因竟是这样。王艳1974年出生于青岛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因饰演《还珠格格》中的晴儿一角被观众熟知，并于澳洲获得法国文化骑士奖章。2001年主演武侠剧《武林外史》，凭借该剧获得了超高的人气。不管出演任何角色，王艳留给大家的就是包裹着蕙质兰心的温婉女子的形象。荧屏上的她和生活中的她一样，一对清澈低调大眼睛，一头飘逸的长发，朴素却不失淡雅。但是这样的一个格格，婚后生活却不尽人意。王艳的老公叫郎志彩，是一位成功的地产大亨，网上公布的年龄是1963年。据说王志彩对媒体谎报年龄，实际年龄比王艳大20多岁。年纪轻轻的王艳嫁给王志才也不是顺利的，据说是王艳成名后王志才娶她，那会王艳比她的继子只大。